好，下面说个笑话。有一个老王到宠物店想买一只狗，好不容易跟老板讲定价钱，他正要离开的时候，他突然想到一个问题，急忙回头就问老板说：哎，老板，我买的你这条狗它忠心不忠心啊？老板拍着胸脯保证说：当然忠心了，我每次把它卖出去没几天它自己就跑回来了。